双 J。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要记得收看我们的双 J 秀哦。超累，我们两个快要喘死了。好，这是好，要跟大家说的 sorry， 我们不小心迟到了一下耶。好，已经好多人在观看了。真假的？真的。好害羞哦。好，那我现在就是本人。好，你要先把头成陈金鹏吗？大家先看一下 Jimmy， 有我现在要调。好累。好，等我一下啊。哦，累死我了，天哪。还是博荣跟诗浩哎，哦，累死了！大家有看我们刚刚跳红啊？跳红，跳红，跳红！好，对不起，好雷耶，这样可以吗？嗨，嗨，大家好，大家好，真不好意思要跟大家说，今天就是稍微迟到了10分钟，耶、yeah. ，对，因为我们就是。偷练了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想到，我们就是刚才在8:55的时候想到，就是啊，我们这次可以来一个就是第一支舞这样，对，第一支舞，对，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加紧时间，就是偷练了一下，所以不小心迟到，真的。好，我们现在调一下，不要让我喘一下，好累，我大概800年没跳舞了，不要跳动这个，好，筋骨真的很脆弱。今天是博荣跟诗浩，是博荣铁粉，铁粉，博荣跟诗浩，博荣跟诗浩，铁粉，嗨，上礼拜你没有来，酷，Judy 也是铁粉的，我记得也有看过他，真的假的？有，我记得有，好，你记性比较好 ，Judy， 嗨，嗨，好累哦，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我们刚才就是跳了一支大家都知道的舞，就是我们青春每个人青春都应该跳过的舞。每个人的青春，对，我们跳的第一支舞。嗨，林，嗨，林，哦，林来了，好，你上半没有来看我们，对不对？上半没有来，那我们都记得，我们都记得，对，铁粉我们都会记得，对，我们都记得。耶，yeah, 好 ，Love you。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联谊游戏，对，真的好。好了，那说到联谊呢，大家也不用这么的就是紧张，因为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开放的时代，大家就是你知道认识新朋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开店以来啊，然后我们常常在店里面会看到，就是大家办联谊活动，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主办人，他们都办得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大家玩桌游的时候都可以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针对就是我们最常在店内看到主办人带联谊活动的时候是玩哪些桌游，我们想要分享一些适合男生玩也适合女生玩的桌游给大家知道，这样子，对。好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的联谊主题吧。哒啦，这是第一款，天生绝配。耶！哇，这游戏真的是联谊神器。神器。对，我们在玩这游戏的时候呢，大家要先分组，就2个2个人1组这样。好，2个2个人1组分好之后呢，我们就是要来配对啦。配对。好。这边有很多可爱的小旗子，那你就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颜色，比如说好，要红色，没有红色啊，没有红色，有啦，哪有啦，这算色啦，我觉得是粉红啊，那我要白色，我今天穿白色，我要白色，好，我拿白色，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两个的旗子，两人三角，好，你退给大家看，噔噔，组合在一起，对，然后我们就从开起点的地方开始起跑，起点，对，起点，这是起点吗？对，这是起点。开始起跑这样，好，那天生绝配，绝配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绝配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待会会拿到一个相对应你旗子的颜色的牌，对，就哎，我的白色在哪啊？白色，这是我的白色牌，好，好，里面有各种的图案，就是各种很漂亮的图案这样子。好，这些卡片呢，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所以我有。Jamie 也会有，嗯，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在这些卡片里面选到一模一样的牌，选到就得分。得分。好，比如说我们就直接试玩一次给大家看，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要写的题目叫朋友，叫友情。好，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自己从这里面的卡片里面选出5张跟朋友有关的卡片。嗯，你要选一下啦，我选一下嘛。跟什么朋友？朋友，有朋友友情。妈妈在看他的。然后我们在选牌的时候啊，是不可以讨论，不能讨论，然后不可以偷看这样子。对。那待会选完之后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公布答案，公布彼此的，没错，心中的友情是怎么样？他选好太快了啦，怎么这么快？
啊，选这个啦、啊，就一定要选这个啊，一定要选这个，对啊，超友情的好吗？超友情，超朋友。那万一等一下我们没有默契怎么办？好，这个好来，这五张选好之后呢，来五张牌选好之后呢，你要按照顺位排一下，你认为最像的到最不像的，到不是最不像，就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把这五项排出来，排一个顺序，在你心目中你觉得长什么样子？对，好的。他说牌好多可以自己哦，我跟你讲，这游戏就是要这么多牌才好玩，因为如果牌很少，就大家一看就知道谁是什么，就不是绝配，你知道吗？真的，说不定我跟 Jamie 五张都会一样哦。我们就是要来看，今天才第一次知道有没有默契。对，看一下，好，我第一张这个，你好了没？我好了，我已经拿在手上。好了，你也太快了吧！好啦，那我们先要拿第一张，来第一项，第一项，第一项，来，可以拿开，一起哦，一二三，哇，不一样。好来，第二项，第二项，第二项，一二三，这哪有友情啦？哪有？好不好？这不是青梅竹马，这是两个小女生吧？哪是那小男生小女生？真的假的？那小男生小女生是青梅竹马啦、就是！你看这多有友情，你看他会掉下去，他救他哎、欸！救他的我也有，等一下，我等一下，好来，第三，第三，一二三，友情有啊，这个我是第一张啊，这是我第一张啊，这我第二张啊，因为我们其实都有选到彼此的，可是就是不在不一样顺位。再来，第四张，第四张，一二三。什么是鹅啦？我等狗，等一下狗，我等一下。你有狗啊？我有狗。狗啊，人类最好的朋友。第五张，第五张。一二三，狗啊！我是钱。为什么是钱呐、啊？这个人有猫生活。交朋友就是用钱堆出啊，没有啦。这样有毛病。有钱，钱可以看出就是这人对你是不是真心的。狗狗才是，好不好？哪有钱可以看出一切，好不好？好、啊。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要来算分数。来，分数怎么算？ Yeah. 如果呢，我们的位置有就同样图片对应到相对位置的话，就可以加三分。对耶。那如果我们是相同图案但不同位置的话，就加一分。对。那我们今天就是选到两一二三三个一样的图，对。可是那个位置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只有加三分。那我们的棋子就会咚咚咚往前跳跳三个。没错。OK 好。好，然后这个就是对，然后就是看说哪一个那个队伍啊，会从那个最一开始第一个冲到终点。对，谁先到终点，表示人默契超好。对，而且到后面啊，就是能开的张数是越来越少的，所以你们一定要非常的有默契，才有办法冲回终点这样子。好，那谁是你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就看这次啦。没错，对，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款游戏，叫做天生绝配。耶！这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天生绝配，我没默契哦，我们好没默契哦。哎，我以为我们双 J 会一样，结果没有哈，完全没默契。耶！ Yeah. 好，现在迅速进入第二款游戏。好了，你们有没有要开坑什么呢？我们的第二款游戏，哎，我们这都是有统计的哦。对，就是不是我们瞎说 的，是就是那个我们有统计，就是联谊的那个游戏被最频繁拿来就是搭玩的。对，好。好来，第二个。耶、yeah.。第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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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对， oh, 好。Okay. 第二款呢，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游戏是渣渣眼。好的，那顾名思义嘛，大家就知道说。渣渣眼呢是一个我们等一下需要打暗号的游戏，这样子就是那边你知道挤眉弄眼这样。好，然后我们待会呢就是每个人会拿一些牌，然后我上面会有数字这样。好，那简单来讲呢，我们会有两副牌，其中一副牌一到三十六会摆在桌面上，大家都看得到。另外一副呢，这个一到三十六号我们会分到大家的手上去，所以你看得到部分的数字。好，那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放一个你的棋子在你所没有的数字上，比方我手上没有五，我可以放五号上面。好，那待会呢，你们谁有五号就要跟我打暗号。OK， 好，所以像这样有五号的，好，就大概这个感觉概念。然后我们就是，那在下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必须大声讲出来，刚才谁跟我打暗号？没错。那例如说，刚才我有 catch 到就是 Jimmy 跟我打暗号嘛，然后我就大声说，好 ，Jimmy， 你刚才有跟我打暗号是不是？有，我手上有。耶、yeah!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人一分。没错。对，好的，那这游戏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噔噔。我都喜欢称它叫抓奸卡。好，大家都知道这是小三的那个，通常小三都很厉害嘛，对不对？好，如果小三你发现呢，就是谁在跟谁打暗号被你抓到的话，
马上打出这张卡片说等一下游戏暂停我要指控，好，你就可以指控说刚才是不是 Jimmy 有跟 Jimmy 打暗号，有看到了，看到了有一腿，好，如果你只要抓到谁有一腿的话， OK， 那今天他们两个人的那张分数都是你的分数，好，那我们就这样玩啊，玩到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谁面前的分数最多谁就赢，这样所以今天的情胜是这样说吗？也不是吧，也不是哦，就是看谁最敢直视对方的眼睛，对，就是看谁最勇敢去跟对方表达你的爱意，就是打勇敢的跟他就是打暗号就对了，对，千万不要被就渣渣脸这个游戏是唯一一个就是你可以合法看着每一个人的眼睛的游戏，真的，你不用觉得说哦，我一直看着他好像很奇怪，然后就是很害羞，不用，这些就是要认真的看，看仔细。这是一个合法看喜欢的人的游戏，没错。对，只要你害羞的话，你就是玩这个游戏，狂看，你就可以，对，就可以看着你喜欢的人跟他打暗号，对，渣渣眼，推荐给大家，对，耶，好，那我们要快速进入第三款。好，大家应该不陌生。第三款超嗨，非常嗨。对，我超爱这游戏，我自己也很喜欢。超爱，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游戏。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了，这游戏就是一个两个一组的游戏。好，然后这两个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对，没错，不对，是两个字，两个字，春夏吗？秋冬吗？瞎示范。是两个字，春夏秋冬。对，两个字，春夏秋冬，所以是四季。然后猜到我们要讲什么游戏了吗？噔噔，咕咕画画。真的，这游戏真的是嗨到爆炸，来超好玩的，我的妈呀！好。这游戏呢，就是呢，我们待会就是一个人负责出题，一个人负责猜，然后这边有沙漏，沙漏就一分钟，所以我们要在一分钟之内，让你的搭档，让你的 partner 可以快速的猜到卡片上面的题目，对，猜对几张牌，你们就可以往前走几步，没错，好，那其次呢，这边有板块。就从起点出发，起点出发，然后就看谁咻骗到终点，谁就赢了。咻，就是一个默契游戏。可是你会看到板上面有很多的数字吗？好，这个数字呢就跟我们的题目卡有关系。今天你的棋子如果站在四号的位置上，那你每一张题目都出四号题，这样就可以了。对 ，OK， 好，那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玩一次。好，没有问题。好。那我先，那你先吧。好，那我猜，。两字，考试不能作弊。好，答对了。好，然后那个看电影要吃的三个字，看一下爆米花。没错，对，好，这个跳过。好，就是两个字，然后就是那个两个人要去登记的时候，结婚要拍的那个东西，大头照，证件照。不是，两个字拍的那个很漂亮的啊，就是美婚纱。对，好，然后两个字，我回家一周做。回啊？我回家一周做。高铁。对。你看我们很厉害，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好，这就这样玩。好，真的。可是呢，我们上面你会看到一些小偷的符号。没错。这个小偷呢，就是可以去偷别人的分数。对。今天当我们分数算完，如果经过了小偷或停在小偷上面，那别人在你们下次出题的时候就可以抢答。对。抢对分数就是他们的，所以有可能你们这回合完全走不动。对，是有可能。没错，咕咕画画，非常的紧张刺激。对，然后这游戏啊，就是通常呢，男生玩跟女生玩，就是会很好笑。对，没错。因为有时候男生想的跟女生想的不太一样。然后在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就是好笑的事情发生，对。然后因为它又是用文字叙述的游戏嘛，所以说它也不会那么尴尬，因为就是通常都是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这样，对。所以这游戏超好玩的，而且互动性超高。对，互动性超高。然后就是你们可以看你们哪一队就是最厉害，然后很有默契，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然后就是可以第一个抵达终点这样，对，好，超好玩。就我曾经有就是看过客人玩这游戏，他们讲到《三国演义》里面那个，他们就在讲两个字，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很聪明的那一个，然后就有人说曹操、刘备、关羽，讲半天，名就孔明，这叫聪明就是孔明，就完全不猜孔明到底在想什么啊？为什么？就是各种好笑的事情都会发生，就明明答案就很明显，然后就死不猜，然后就死不猜，对，明明就是孔明啊，诸葛亮。好，第三款游戏介绍完啦，来，接下来我们快速进入到第四款游戏。好的，好，那我今天呢要介绍给大家第四款游戏是这个，噔噔，精灵无解任务。
个很好玩的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大家所熟知的一款游戏有一点点的像，它叫是说书人。对，那这款呢就是没有说书人这么的就是复杂跟动脑。好，因为呢我们说书人是要自己出题目嘛，对不对？就要自己去描述一些卡片上面的意境。可是这一款呢是哎已经给你好，就是已经给你准备好任务卡了。比方说呢，今天我抽到任务卡是不在自己的舒适圈。好，这时候每一个人除了我之外，每一个人你们都要从手上挑出一张不在自己舒适圈的卡片，然后我们会放在桌上。好，全部洗一洗之后呢，这些卡片啊，我再找一个，就是，好，没关系。不在自己的舒适圈啊，你要拿那么多哦？没有，就是假装五个人啊。啊，不在自己的舒适圈。哦，这个超不在的啊，这个超不在。这个点不在，对，好，这四张好 ，OK， 好，那假设说我们今天就是有五个人玩嘛，所以我们另外四个人出了这张卡片，好，就洗一洗给大家看，洗一洗。好，洗完之后呢，我们会全部一起打开，好，然后由我来选择哪一张最不在自己的舒适圈，这样子。好，那你给你看第一张，这个会不舒适吗？就可能他就是住在内陆啊，内陆，好，这个厕所，哦，这超可怕的，超不舒适，超不舒适。好，然后这个，就是狗都很讨厌洗澡啊，真的。好，然后还有这个，这是老鼠被猫盯着看，那边有老鼠，有点不明显，老鼠。好，那我觉得呢，这四张里面啊，最符合我心目中就是不在舒适圈的，就是老鼠那张。好，是我心目中的。好，然后我们就来问说，来来来，现场你们谁出这张卡的？哦，你是不是？你好，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得到我这张卡片的分数，这样子。好，所以说呢，如果说就是你们在玩的时候啊，有人很懂你的话，他就真的可以出到就是你真的心目中那张卡片，对，然后你们就可以就是你知道，立刻这样，噔，对，就是心里面就有一个连结在这样，没错，对，就是为你们跨下美好的第一步，真的，因为这游戏要洗牌啊，所以你并不知道是谁出的，谁出，没错。可是如果你总是选到就是他你喜欢的他出的那张牌，哦，真的是心有灵犀耶，对啊，太神奇了，就是。但我真的也曾经有看过，就有人就是他们因为好像五张牌就赢了，然后我看过就是五局直接结束游戏，就那个女生不管出什么牌，然后大家都选她的卡片，真的假的？超强的，超强的，就五局秒杀，秒杀。对，然后我上次在电影面看，有一群大学生超好玩的，他们还赌上自己面前的分数，就说好，我差三分，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一定会选到我，如果没有，我的分数全部都给对方。真的假的？真的。他们就用差赌的方式，就一定不要选，虽然知道也不要选啊，超坏，就是整个梭哈，好可怕啊！对，他们玩得很刺激，对，这游戏超好玩，叫做心灵图解任务，非常简单，规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样，讲完了，对，讲完了，就这样玩。心灵图解任务，好，所以就是这个可以看你们是不是真的非常有默契，而且这游戏很贴心，就是它除了中文三思而后行之外，超贴心，背面有 look before you。Look before you leap， 好可爱。对，它后面都会有英文，所以就是那个后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跟外国朋友玩会不会他看不懂，不会，因为它后面有英文。对，就是你们看每张卡片，中文它后面都有双语英文，对，所以像这个啊，就是你在看什么，英文就是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对，所以就是很方便哦，为什么用 at 可以跟。Looking at 啊，就你看啊，是用 at 啊。那什么时候会 ？Looking for 是找东西类似吧 ？Looking for。好，算了啦，这又不是英语教学节目，要英语教学节目去看阿迪好吗？好。有你耶，好的，介绍给大家。这边介绍给大家。好，进入到第五款。第五款在哪？第五款在哪里啊？第五款在，都可以。就这个。哦。好。当然。土狼在笑你，这是我就是还蛮喜欢推客人玩的游戏，因为这游戏就是一个可以乱棒打死对方的游戏。好，它很可爱哦，它就是每一个人呢头上都会有一个头带，对，然后你就要把它这样绑起来。这游戏就是一个，就是它的故事是这样讲，就是一个和平的小镇里面啊，然后有一天有就是一群狼要来你们小镇吃人这样子，可是他就说不是随便吃人我都要吃，没有，我要吃你们里面最笨的那一个人。好，所以待会呢，只要你在里面爆掉啦，就是被抓到爆掉了，我们就在头上贴一个狼头标记，对，贴狼头，狼头，
通常我都说这叫智商标记啊，就是你只要贴三颗，表示你智商最低，啊，你智商最低就会被推出去被狼吃这样子。OK， 好，这是土狼在笑你。哎、欸，这好像很符合演化，对不对？就是笨的那个要被吃掉，就是物竞天择嘛。物竞天择啊，一定要来一下的啊。好，那我们待会呢，就是你看你有头带嘛，那待会我们就是要抽羽毛，把羽毛放在自己的头上，像这样。哎、欸，不过我们现在这是那个 NG 哦，就是你不可以看自己头上的数字，虽然我们这样自己看得到，对，但不可以，就是你不能看到自己头上的数字，对，你只能看别人的，把全部的数字加起来就是答案。那待会大家就要轮流喊数字，比如说我说喊二，欢迎四，四六，七，八，抓。好吧，好，等会喊抓，全部拿下来看，加起来是十二，来十二有没有超过八？有，好，那就是 Jimmy 爆了，所以 Jimmy 就要贴一颗智商标记在头上，就这样，对，好，会了，超简单。不过它很特别啦，就是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符号，比如说 max 零啊，对，当头上有 max 零，就表示这次数字最大的变零，所以如果这次五最大，那五就是零，就不要管它，没错，就不要管它。那如果抽到乘二的话，就是这一次全部加起来的数字要乘二，嗯 ，OK， 好，就对，对，就是有一些功能卡这样的功能性的羽毛。然后另外呢，桌上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功能，就是这种小蓝点点，也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小蓝点点有很多，像烟斗啊，就是如果你这一次你不敢喊，你不想喊数字，就说哎、欸，我要去抽烟，我要抽烟，拿一根烟斗旁边抽根烟就走了这样子，这次就 pass， 不用喊。对。那如果呢？你觉得你这只数字很奇怪啊？那到底要喊不喊呢？你可以选择拿羽毛，羽毛，羽毛，羽毛。那你头上就可以再，你就可以再多抽一根羽毛。对，你可以让数字变得比较奇怪，然后喊完再换下一位。好，那换下一位。然后哎，哦，这里，如果你觉得你的上家一直喊数字在逼你，就逼死你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拿这个回转。那你就数字喊完顺序回转，然后再逼回去，就是他敢逼你就逼死他，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对，真的。好，土狼在笑你。耶！有人说在饶河店吗？真的假的？没有啊，我们不在饶河啊，我们就在小，我们在贝克街，民权贝克街。我们在贝克街。对。这是民权贝克街的一个秘密基地，小基地，小基地。那、你不要按错哦。没有按错啊、好。好，我在看大家留言，因为好奇怪，我他说有人说什么？这样直接是很喜欢的 YouTuber 可以吗？叫工商啊，工商一下阿弟英文啊。就大家知道我英文烂，然后我就是最近就反正很讨厌英文，但我最近就是开始慢慢的喜欢上英文，都是因为阿弟英文的关系。就是你去 follow 他的 YouTuber 或他的 IG， 你就会觉得哦，英文其实还蛮有趣的。对呀、啊，对，没有像我们国高中那样念的要死要活，不会，其实还好。对，后来不重点。好，看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新留言。Yeah. 二楼，对啊，我们在贝克街的二楼。对，我们在二楼。对。好。好。好。这一次五个游戏都讲完啦，联谊必玩五游戏。真的。第一个。天真女配。第二个，这个在哪里？这里。张大眼。第三个。呼呼画画。呼呼画画。第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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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里。对对对。好大个。精灵图解任务第五个，土狼在笑你。对，好的。好，连游戏五个讲完了，耶、yeah ！真的，就是祝大家，就是玩完这些游戏都可以成功脱乳哦。真的，成功脱乳，就靠他们啦。耶耶！哦，今天真的好累哦，我的妈呀！真的，今天都有点累的感觉。就是大家听得出来我声音很奇怪吗？因为他感冒了。就是、我前两天就是重病，然后就在家里这样。死掉那样，真的，我的妈呀，真的，哎、欸，真点点什么点点什么点，这个同学，什么什么脱单了，脱单脱单，对，一定要就是玩完就会脱单，真的，脱单、欸，真的吗？欸、不要乱不要乱乱保证，乱保证一波，应该可以啦，因为这游戏真的蛮嗨的，耶、yeah, ，对啊，而且就是你可以在这些游戏里面，然后就认识就是。人性，让别人认识你，你也更认识别人。对，就比如说、就是、我钱啊，就是朋友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啊。真的、啊，然后就看你有没有默契，这样子。对，好，只能说呢，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就是这些游戏都可以一定顺利让大家脱乳，可是呢，它绝对可以增加你脱乳的机会哦。对，好，有人说要再跳一次舞，哎，什么？
我觉得好累哦，太累了，大家等一下那个回去看重播好吗？来，好啊，就是如果想要再看我们再跳一次舞尊你的人在底下洗啊，洗留言啊，洗超过十个人喊加一我们就跳啊，对不对？现在等大家喊加一，喊加一，来哦，十个人喊加一，我们再跳一次。好，十个人喊加油，我们再跳一次。给大家5秒钟哦，5秒钟，5秒而已吗？到底是逼死谁啊？那我们要趁机聊一聊，就是那个你们想不想知道，就是一般你们在玩桌游的时候啊，就是女生就是会因为怎么样的一些贴心小举动，然后就对你们有就是男生有加分这样子？有人会想要知道这一类型的话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晚安喽。大概就是比如说帮忙倒饮料，帮忙倒饮料，不然我们一人讲一个，就是一人讲一个，你觉得你观察到店里面的有些哪些男生的行为就是很贴心或是很绅士，然后你觉得就是可能会让同桌女生就是啊有一些小花在后面这样子，对，不啰嗦的人，不啰嗦，就是有一些你知道跟有一些人玩桌，你就觉得天哪你在。在干嘛？就是人家做什么东西，你都要去指导人家。OK， 好，就是不喜欢下指导。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厉害就算了，但如果你没有很厉害，你这边一直讲，到底就很啰嗦。对，不喜欢那种啰嗦的。不喜欢啰嗦的。对，就是啰嗦的人会让你觉得很反感，就觉得真的。What？ 对对，好，然后。那我再讲一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在店里面啊，然后我们通常会观察到，就是如果有男生就是会愿意主动成为最后一个留下来收游戏的人，我觉得那个都很加分。对，因为通常大家玩桌游啊，可能就是会很期待要赶快玩下一款嘛，然后可能桌上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就是跑了，哎，换游戏，换游戏，啪就上洗手间，上洗手间啊，装饮料，然后可是通常呢，默默留下来收游戏的那最后一个，我们都觉得就是很感动，很贴心，对，就是如果是同桌女生的话，我会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靠的男生这样子。很负责，对，然后他会把游戏收好，对。当女生要输的时候，把整桌桌游毁掉，这太没牌品了吧？太没牌品了，对。好，那你讲一个。冠廷吗？冠廷，嗨，新朋友。嗨。他说：“有人说收游戏的都没女友。”真的假的？那是还没有找到吗？对啊，就这么贴心的人，应该是有机会，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有眼睛在看。真的在乱讲，对，你鼻音好重、我就很严重啊，我前几天就是大鼻塞啊，然后之前就是大咳嗽、好可怜哦，真的。好，然后我觉得就是然后我很喜欢就是我个人就是很欣赏一些很谦虚的男生，就是他明明就很厉害哦，就是都单独在那边说什么啊输了啊，然后那个赢不了，你们太强打不赢啊，这比较谦虚好不好？这很做作哎、这很故意耶、就是我现在说起来很做作，可是我觉得如果实际上就是在玩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如果有男生讲说就是有男生是很谦虚的，总比那种自大的好吧？你就赢啊，你就赢，对啊，就赢啊，然后赢了就要站起来，然后就这样我赢啊，这样你现在观众看不到啊，看不到我入镜，你要这样入镜。对啊，总比自大狂妄好啦。对，就是谦虚比自大好。对，真的吼，好。但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要问 Jenny 比较准。问我吗？对，问 Jenny 比较准，毕竟她是女生，对，她用女生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角度看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一种男生也很迷人，我现在想到。就是那种很会教游戏规则的男生，对，因为你知道我们当你当然啊 ，Charming Prince Charming， 你知道我通常在，因为我们当店员当久啦、就是对教游戏一定会比较有经验嘛，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听到店里面的客人，然后我们会偷听到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桌次的男生在教游戏，吼，跟你讲，帅到爆炸，对，大家都盯着你看。所以我现在要干嘛？超帅！就我曾经遇过一个男生客人，然后他就是很厉害，就是整天下午的游戏都是他一个人教，然后都不用我出马，就是然后过去，先生需要帮忙吗？不用，没关系。然后就是继续教，这也太帅了吧。对，然后我偷听他教风声，我跟你讲，教的只有好而已，超厉害，就是讲得清清楚楚，就是怎么赢，就是获胜条件，然后游戏流程，然后每一张牌的效果，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专业。我都超想问他，你要来这里上班吗？所以我觉得会教游戏男生真的很迷人，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练一下，是这样吗？
可以啊，对，很厉害。该去学报名学教，来来来来来，找我找我找我，超会找他找他找他，超级会教游戏。对他每次都被客人夸奖，说超会教游戏。对，三姆也超会教游戏，真的。哦，三姆很会，超会。他是我们最会的、啊。他是我的导师。对，他是最会，他是所有人的老师。桌游导师。对，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我们都是他的徒儿。没错，没错，长出来的徒儿。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喽。好，再看一下。对啊，因为没有十个人喊加一啊，其实刚刚算算只有三个加一而已。Sorry 咯，刚刚谁说威斯利说的吗？对，威斯利 ，Sorry， 我们没有跳舞哦，只有三个人喊加一。那只能回去看重播咯。哦，然后记得跟大家讲，我们下礼拜的直播、哦、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下礼拜我们要去很重要、非常重要的年度盛事，我们的年度盛事，没错，就我们两个的年度盛事，我们要结婚没有啦？但很多粉丝会心碎哎、欸，不能这样。我等下出去被砍怎么办？你不要害我。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好，来什么盛事？就是下礼拜我们要去比赛，就是我们心头最爱的 Number One 第一名的游戏《农家乐》，就下礼拜要在台中比赛。对，下礼拜在台中。对，然后我们就是可能下礼拜天要跟大家请个假，因为我们就是不在台北，然后我们那一天下礼拜天九点，我们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路上、就是、在高铁上对之类的，就是很怕就是打扰大，就是很打扰其他乘客、嗯。对，所以我们下礼拜的直播应该会是礼拜六的九点这样子。不过我现在就是想要礼拜六晚上九点，我们可能在逢甲夜市之类的，就大家会想我们在逢甲夜市直播吗？耶！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我们当天比赛的状况，因为会比两天。对。然后如果你第一天都赢，第二天就继续比，然后就会比八强、嗯、四强，然后冠军这样子。对。虽然我自己是觉得我大概第一天下午就被刷掉了。那别这么说，要有信心，加油！我会帮 Jimmy 加油。超没信心。我要去拉那个布条、嗯、，Jimmy 加油，我爱你。而且他的比赛很强哦，他是全台湾，全台湾，然后就是大家农家乐很会玩的都去比，然后是64个人下去比，就那种压力好大、哦。真的，一年一度的农家乐盛事，对，是一个桌游界非常大的比赛。全国性的，然后我们下礼拜就是要去参赛。我没有啦，我帮他加油，我是啦啦队。因为他没有报名，他没有报，然后今天没有报。那天因为名额太少，就是64个人。我就想说再考虑一下好了，然后殊不知有5分钟，隔天就满了，很夸张、欸。那我这才报名才5分钟，5分钟、啊、10分钟吧，就秒杀，比那个演唱会的票还难买，对，就秒杀。而且还有很多人排候补，然后但是都补不到这样子。还好我有抢到，我那天是定闹钟，然后大家帮他加油哦！大家下礼拜就是要帮他加油，对。啊、我觉得压力好大好啊！现场会开直播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样说不定有机会可以看到我打，哎，大家不要嫌我打得烂，很棒，真的打得烂，不会不会。真的好，所以下礼拜非常刺激，就是我们九点在哪，我们就哪在哪，对，在哪直播，所以有可能你就看到我们在可能在饭店或是在逢甲夜市，或者是在骑车的路上这样，对，骑车路上就是在那边风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祭亭火锅，啊、哦，有可能有可能边吃祭亭，好想吃哦，我比较想吃五马，哎、欸，乌马，他也想吃乌马，可是我想吃祭亭，听说乌马很厉害，对啊，哎、欸，这边有台中的朋友吗？台中的朋友吗？有吗？就是你们喜欢吃乌马还是喜欢吃祭亭？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我们看谁讲的多，乌马多还是祭亭多，就去吃乌马都吃乌马，祭亭都吃祭亭，好，没有问题，好。到底在干嘛？好啦，如果担心会忘记礼拜六晚上直播没关系，我们就是下礼拜三四也会再 PO 一个直播预告，对，然后会提醒大家那天是礼拜六，没错，对，礼拜六，下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六，那我们大家下礼拜六见喽，比赛，比赛，我真的超紧张，而且我今天还重感冒成这样，对啊，重感冒鼻音好重，脑袋很不好，大家有觉得他今天鼻音很重吗？牛肉锅，所以说吃牛肉面哦，牛肉锅，牛肉锅。牛肉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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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小李他们吃牛肉锅，听起来很吸引人呢、欸。就是肉肉派的啊，肉肉派，肉肉派，肉肉派的都要去吃那个牛肉锅这样子。对，哎、欸，好，到那边再约啦，到那边再约。我看一下留言，四号说记得拿冠军，很难啦，很难啦。哦，那边都是怪物，都是超强哎、欸，都怪物。我大概如果有个48场，我就觉得哦天哪，我是超强。够值回票价了，48场就好。因为其实都是全国精英。对啊，他们都是打农打8-9年，我才打2-3年而已，我真的不敢跟他们比。对，就是很多高手，我们知道高手都会去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啦。
订不到位的乌马吗？对，订不到位的，就是很有名的乌马，很有名的乌马，就大家知道乌马的那个乌马。对，就是那个乌马，很厉害的乌马。真的。好。好，那大家晚安喽。晚安。我们下礼拜六见。拜六。嗯。大家晚安。我是 Jimmy， 我是 Jimmy， 我是双 J。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记得收看我们的双 J 秀。拜拜。拜拜。